中国山水画是关照自然的情感记录与心灵感知的意象表达的融合，而临摹、写生、创作是中国山水画教学环环相扣的主体课程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而循环往复，构成中国山水画研习循序渐进的重要途径。自然形态的客观存在是研究古法、直面人生、创造自我的本源，同时又是艺术本体建构和笔墨语言生成的外部参照。通过经典解读、记忆研习、学理认知，并以洞察自然、感悟自然、创造自然的方式，将以物观物、以眼观物、以心观物的人文知性加以层层推进，融天地于本我，会创造于心象，是独立精神和艺术境界得以自由释放。宋元时期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历史的巅峰，高峰林立，宗师辈出，影响深远。本课程通过北宋范宽的《西山行旅图》，南宋夏圭的《西山清远图》，元初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元末王蒙的《清涧隐居图》等四幅经典山水画作的解读和临习，并由此延伸为对应自然、体察万物的山水画人文价值体系的建构，串联起传承与拓展之间的精神本质与核心思想。所谓以猿人之笔墨韵宋人之丘壑，正是我们借鉴前人成古开今的活水源头。追本溯源、固本培源的前提是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。写生为因，创作为果，学习山水画应在体验自然物象中转化传统笔墨思维，拓宽学术视野，激发创造才情，万物炫心，触景生情，境由心生，观物与体象不相为碍，与心直通内外，观世界皆能主宾相照，物我兼成，观天地而立本心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唯一的心象计划，取决于画家面对自然的观物方式，自然观决定了方法论，这也是山水画四通万里、与心徘徊的主左合一的生命力所在，也是艺术创作过程中笔墨境界、人文境界、生命境界的不断升华。